今日很開心接受 Request 的訪問。這個訪問其實什麼都沒有講過，最終可能都是等於零。因為為什麼呢？我覺得有很多東西都是發自內心的時候，就要用回一個心去感受。如果你不試一下用個心去感受我講的東西，就等於零。如果你嘗試用個心去看回我講的東西，可能會有些東西得著。那我也祝福，希望從我的說話裡面可以幫到大家，鼓勵到大家，從而亦都因為這樣而激勵到我自己，可以印證一下我講的東西，我的經歷究竟是怎樣。